而再来解决花莲南区待业以及转职族群的就业需求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区分署玉里就业服务中心将在8月26号的上午9点半到12点半，在玉里高中体育馆举办兔飞猛进欣欣向荣2023联合征才活动，将会有18家在地企业参与，共同提供158个职缺，多个行业的领域，也欢迎待业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到场求职。为了解决花莲南区待业以及转职族群的就业需求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玉里就业中心将在8月26号上午的9点半到12点半，在玉里高级中学体育馆举办“兔飞猛进，欣欣向荣”2023联合征才的活动，将会有18家在地企业参与，并且也提供了158名的职缺，多个行业领域，欢迎待业民众把握机会，踊跃到场求职。主办单位强调，当天出示台湾就业通求职会员就能够兑换精美的小礼物。活动采用无纸化的履历投递方式，民众携带身份证件到场，由工作人员协助或自行登录基本资料之后，就能前往厂商摊位面试。电子化作业不仅保障个人信息安全，也满足环保，减少纸张浪费，为面试带来全新的体验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